实验可能就会失败，所以我们要等一下，我们要趁没有风的时候赶快来进行哦。好，哦，还有点微风，即使是一点点微风，但是这泡泡都会有感应到。好，来拿起来，拿起来，哦，风，你看这里的风一直改来改去的，一动，哇，好，再一次看看可以拉到，能不能拉出一整颗的泡泡，三十，拿起来，好，三十。好，拿起来，移动。哇，好，今天的风有没有看到？刚刚一下往这边吹，一下往这边吹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挑战一个最不可能的任务。今天的空气，今天的风向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希望我们今天能够一次成功。所以，请你立正站好，手压着，看前面，然后笑一下。好，就是这样子，不要动哦，不要动哦，不要动哦。好，我们试试看，看看能不能一次成功哦。好，看前面哦。好，圈圈拿起来，哎呦，哎呦呦呦，哎呀，你看风来捣蛋了哈、哦，来，再一次，来把圈圈，趁没有风的时候，等一下有风。好，哎呦，风又来了。嗯。好，等一下，趁风来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知道，你们一定很想知道这个泡泡水怎么调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声音，好，那继续表演了，不用调，不用讲了，好，要不要知道？啊，要。好。泡泡水怎么调？很简单，因为泡泡只喜欢两种环境，一个叫做干净，一个叫潮湿的环境。好，当你今天你要调这个泡泡水的时候呢，请你用洗碗巾，不能用洗衣粉哦，只有用洗碗巾，洗去油污的洗碗巾，用一杯的洗碗巾加3到5杯的水。好，而且不能用自来水哦。为什么？因为自来水里面有杂质，要用非常非常干净的纯水或是六水，你才可以做出很好的泡泡水。然后呢，把混合之后调制完毕，不要马上使用，让它充分混合之后放24个小时之后再来使用，这样子的话这个泡泡水才会比较好用。好，这就是调泡泡水的一个小秘密哦。好，请你看前面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好，笑一下哈，笑一下。好，预备，好，趁没有风，哎呦，好，风又来了。好，我们看那个桌机，好，风停了，赶快拿起来，不要动哦，不要动哦，不要动哦，不要。哎呦，今天风很大，真的很难，很困难哦。好了，最后再一次看看。好，好，不要动了哦。哇，你看，看到桌机就知道风一直起来哈、哦。好，风就是因为我们的热对流啊、哦，然后产生这个风。那当然，台风的时候就是有气旋发生的时候，就有更强大的风力。好，来，坐好哦，拿起来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看前面。哦，成功，谢谢。好。如果今天是室内没有风的环境的话，就看到一个很漂亮很漂亮，呜，把小朋友照在一起。好，不过因为户外，好，我们也只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状况。好，那接下来。